柴姐，小布回来了，开门呀！不是吧，这么惨，脚又扭伤，家也回不去。柴姐跟小布也不理我，好惨的一个外甥。别乱动！哎，第一次啊！哎，第一次，每个人都第一次。是我很痛啊，你能不能温柔一点？哎呀，脱掉，脱掉！哎，别动！脱！痛啊！很痛，你温柔一点。小布，我知道，不是，真的很痛。小布，真下稳了。点！别乱动！啊！别动！啊！小布，很重，没有再重，小布，别乱动。哎呀，痛，轻一点，很痛啊！哎，第一次。哎呀，别乱动。哎呀，第一次摔要很痛，轻点不行吗？每个人都有第一次的。骗子。你说你家里没人，我这里勉强让你住一晚。哎，你该不会是让我一个人住在客房里吧？你不四肢无力吗？啊，四肢无力了，刚刚回光返照了那么一下。哎呦，我是真的有病啊，你得相信我。有病就赶紧睡啊！啊！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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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说，我晚上发病的时候会变冷，会好冷，特别冷。你得陪我，我好冷，你得陪我。啊！这样不会冷了吧？是不？哎，不行，不行！你怎么这样？你以前最怕我变冷了，都是抱着我睡的，就像这样抱着睡的，就像这样抱着的。抱着你睡。嗯。好。等我一下。嗯。